嗨，大家好，这一次带来由 Ansky 公司出品的这个 Kirby 系列的盒玩。而这个盒玩呢，其实它不是玩具来的，它是一个 puzzle 来的。这个 puzzle 呢，它每一个 puzzle 呢，它是设计成56片的 puzzle。56片我想象是应该是7×8吧，7×8这样的一个 size， 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我们也是刚刚到货。它总共有四个不同的款式。这里有详明的，就是说每一个 puzzle 呢，它的 size 是在于257×182mm。那么如果以我这个版来看呢，也就是说呢，182是大约在这一边，257就大约是在这一边，也就是说这个 puzzle 呢，大约是这样大罢了。大约是这样的 size 罢了的。那么总共呢有四个不同的款式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它后面呢有显示出它的款式，有个四个不同的图案。那么我看呢，每一只应该是它的组装或者是它的拼图的拼的方式应该是大致相同。那么今天我就开一盒给你们看，那么是怎样拼出来呢？其实我也是没有拼过，我也不是什么拼图的高手。那么我们就一起看看吧。那我看我要开哪一只呢？我看看这个吧，这个这么多食物，好吧。这个的售价呢，它其实不会太高，它是大约是30多令吉罢了。这里有什么？它是一包 puzzle。美丽糖果，因为它是这个的定价，它是一个盒玩或者是食玩，所以它也可以一个糖果在里面。这个糖果大多数应该是一些 chewing gum 来的，口香糖之类的东西。好了，整个 frame 呢已经是被我弄好了。那么呢，在中间这边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分色。可以看得到呢，这里呢是蓝色为主，也就是这一些呢应该是在上一方的。中间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浅白色，也是这个呢是在中间。下面呢是比较深黄色，那么这个是粉红呢，应该是在这个科比的这个头这边。那么就继续做吧。最后一个非常明确，组装成功。说实话讲真不会说很难，因为你跟着图的分色跟颜色就组装在一起就好了啦，是非常美，它的 printing 也是很好。那么其他的我看也是同样的一个做法，如果谁有兴趣的话就赶紧去购买吧。我觉得真的是科比的粉丝们，你们应该也不会错过这一套的，真的是蛮不错，它的组装也不会太难。好吧，这一次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点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那么有什么新的update你们就收到通知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